这呢就弄好一个了，封顶大吉。 像这个窑呢，可能呢要先把这个泥给烧透了，可能呢要烧个把小时，准备包机了啊！ 包多两层。啊，好了，放鸡进去了。推进去一点点。放在正中间吗？等一下，如果不熟了，你们两个就帮我弄熟了，告诉你放好一点。好了。 下窑了啊！哇！啊，门天边。你确定熟不熟？确定熟了。如果不熟呢？我生吃了。先开一个啊！ 这个鸡呢？好，先拆开来，先看一下啊。红叶这个不？在软了没？拆了先了。 哇哈哈！谁说不熟的？谁说不熟的？我说，叫挖机吗？哇，漂亮哦！这鸡哇，这个皮啊，哇，流口水了。谁说不熟的？现在看到了吧？我说不熟的，你们都别吃，你们都别吃啊！ 咱们来吃窑鸡了不？非常香，真的，已经很入味了啊！好，窑鸡呢就完成了，行，这。 这边呢就先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嗯，熟透了，已经熟透了啊，熟透了，看一下。